王上，这是王妃从宣阳传来的。呈上来吧。好。下去吧。是。圣伦，对不起。最近宣阳变故极多，想必你已经知晓。当亲人一个个离开之后，我才明白一生的时间转瞬即逝。 如今，我已不愿再伪装成凌云王妃独人，也不愿自己是宣阳王姬。我只想做简简单单的穆青墨，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意。母后祭礼完毕之后，我不会再回凌云。从此，你我二人便相忘于大荒。他日有缘再见。 王姬，陛下命我来，请你到书房一叙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陛下肯定是生气了。傲华，你可不可以假装墨姐姐不在，别让姐姐去了受委屈？烈阳，不得无礼。我这就随你去见父王。 大人，城中如何？已经重新布置，宣阳想要反攻，南鄙登天。那就好。大人，我还有件事向您禀报。刚才宣阳那边传来了消息，宣阳王姬向天下宣布，要永远离开凌云，从此不再做凌云的王妃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 责罚，责罚你什么呀？我自作主张，向天下人宣布离开凌云，离开圣伦。啊，我听说了，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，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孩子再受委屈。阿嬷，今天父王叫你来。 还有一事相求，父王有什么事情需要求我？我想让你留下来，和我一起重振宣阳。啊，你冰雪聪明，我不说你也明白，如今的宣阳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。统领官一败，弄得满朝文武。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，我也不瞒你。凭借如今宣阳的实力，已经很难再和玄牧抗衡。我老了，虽胸怀大志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很多时候力不从心。可是我留下又能做什么？如今你四哥走了，九哥也走了。 玉辰还在疗伤，你是我最亲的孩子，对于智力一事，别人看不出来，可你瞒不了我。在这些孩子当中，也就玉辰比你高出一线，就连芷若都相去甚远。如今也只有你能复兴宣阳。 父王，恕我直言，如今天下大事，并不在宣阳手中。就算我留下来，也是无力回天。哼，别人可能无力回天，对于你，我相信必定可以。好了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你也不必今天就做出决定。 如果你不想留，我也不强迫你。
我多么希望你永远都是那个无忧无虑的默儿。父王，请让我考虑一下。这些日子，父王在我的照料下，身体一点点在恢复。可是宣阳却节节败退。赤云要求父王承诺，永不进攻若江和玄武，对玄武王皓许谢罪，他就不再攻打宣阳。可是，皓许并非父王所杀，父王一代王者，又怎么会向敌人谢罪呢？赤云，难道你和父王一定要分出个生死吗？我到底该怎么做？今天召你们几位前来，是想询问一下你们的意见，如何才能扭转我宣阳的颓势呢？陛下，臣以为在战场上失去的便要在战场上夺回来。现如今虽然玄牧的实力略强于宣阳，但我宣阳素来尚武，民间也是武风盛行，只要我们能够调动所有的人力物力，全民皆兵，不仅能够收复城池，就算一统大荒也不是难事。赤墨将军，如此一来，我宣阳的百姓便要民不聊生了。哼，恐怕还没有收复宣阳，百姓便要起义了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想要彻底击败玄牧，必然会有所取舍。只要陛下下令，凡妄议朝政、寻衅滋事者，均以重罪论处，自然可保宣阳平安无事。你们二位不要争执下去了，赤墨一片担心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本王绝不能为了征服玄牧，置我宣阳子民于不顾。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安华，你的意思呢？陛下，臣以为，虽然统领官一役，宣阳败退，但是归根结底，差距不在实力，而是在于将领。玄牧能够攻下统领官，只是因为他们有个赤云而已。因此，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领军出战，打败赤云。安华，你可有合适的人选？回陛下，海雄可担此大任。我们早就多次派人去请海雄，可每次他都拒绝。咱们总不能把他抓来，强迫他带兵打仗吧？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要想请海雄出山，只有一人能够胜任，此人便是王姬殿下。不过，海雄虽是一猛将，但是他的身份并不适合担任义军统帅。我们还需找到一个既名正言顺，又能令海雄敬服的人做主帅。主帅一职，唯有玉臣殿下最为合适。可他重伤未愈，如何能做主帅？臣以为，此人依旧是王姬殿下。万万不可！陛下，眼下再没有人比王姬殿下更合适的了。论名义，他代表着宣阳王族；论谋略，他不在大王子之下，还是海雄唯一肯誓死追随之人呢。陛下，眼下这是唯一的办法了，若不然我宣阳必亡啊！陛下，臣觉得暗华所言甚是，此帅位非王姬莫属。不要再提此事。陛下三思，眼下宣阳到了危急时刻，难道陛下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我宣阳遭受王族之辱吗？请陛下让王姬出征。此事不要再提了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绝不会让我自己的女儿上战场。王姬，刚刚有个年轻人送来一份包裹，说一定要王姬亲眼看到。包裹在哪儿？哦，在那儿。
叶叔的血书。送信之人还有没有说别的？送信之人还说，希望王姬将血书交给叶叔将军的家人。有没有说他家人在哪儿？在黑水。我现在必须去一趟黑水，你留下来看守赵云殿，我马上回来。是。参见王上。景师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如今玄牧的实力已稳居宣阳之上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随我回去吧。凌云需要你。臣现在的样子，如何能够回去？难道王上想，日后凌云的将军，终日只能戴着面具示人吗？你放心，谁若是敢非议半句，我便割了他的舌头。王上的好意，臣心领了。只是臣心意已决，要替云桑终生守护玄牧。臣不会回去了，请王上原谅。玄牧没了你，还有赤云；可凌云没了你，我去哪里找一个警师？凌云警师早已死了，现在只有玄牧与臣。连你也要离我而去吗？王上，请保重。父王，你怎么来了？请父王让女儿出征。谁让你来的？是不是暗花？没有人让我来，是我自愿领命出征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战事连连，百姓受苦。如果我可以终止这一切，便没有任何理由逃避。还请父王下命，让我带兵出征。阿嬷，你想好了吗？这些日子我有些后悔，一直以来我不想让大荒再分裂，我想让大荒的子民都成为一家，互通有无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我已经失去了你的母后和几个孩子。现在你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父王，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。你还记得叶叔将军吗？他是在巡山战死的。前几日我去了一趟他住的村子，把他临死前写下的血书送给了他的母亲。在那里，全村的男子都被征兵，全村的口粮都变成了军粮。他们没有怨恨，他们只希望能够早点见到自己的亲人。我相信在宣阳境内不止一个村子是这样。我是宣阳的王姬，我有责任让他们早日见到自己的亲人，有责任保护宣阳的每一个子民。父王，从今往后让我来保护宣阳，我不在的时候请您保护洛阳。
我以天下江山起誓，谁也不能伤害到洛瑶。你所保护的一切，将来都会属于他。谢父王。 素，明日娘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？一个娘曾经住过的地方。那里种满了桃树，一年四季都有桃花。哥哥一起去吗？哥哥有哥哥的事情，不能陪你一起去。那我们要去多久？姑姑。 你真的要去打仗了？嗯，会很危险吗？不知道。那为什么要把诺素送走，不能把她留下吗？我会保护她的。洛阳，你还小，你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，怎么保护妹妹呢？那她什么时候回来？ 也许很快吧。也许，等到你有能力保护妹妹的时候。我明白了。诺素，我带你去玩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。好，拉钩。拉钩。慢点。 子珠。 我这一走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。洛阳还是个孩子，赵云殿就靠你了。王姬，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赵云殿，你放心，还有玉尘殿下呢。大哥不会回来了。他怎么可能不回来呢？不可能啊！ 当年大哥身受重伤，便不知而亡。因为大哥的死，会影响到赵云殿的存亡，所以一直瞒着你们。我怎么办？这么多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等他回来。子竹，大哥不可能再回来了。 你现在自由了。如果你想离开赵云殿，随时都可以离开。子珠哪儿也不去，子珠就在赵云殿，等玉尘殿下回来。王姬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人死不能复生。 你也不要太过伤心了。如果你不愿意离开，赵云殿永远是你的家。殿下说我是烂心朽木，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伤心的感觉。可是我现在真的好难受，难道这就是伤心的感觉吗？ 怎么来了？如今玄牧与宣阳战火重燃，臣实在担心王姬的处境。我现在是宣阳的王子妃，他们自是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只是将军你，这个时间出现在宣阳，要是被人看见了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。臣明白，只是若不能亲自看到王姬的安危，臣心里。 实在放心不下。我一个人，自是不会有什么事。只是将军在战场上，要小心为妙。嗯。
此次大战非同小可，若是输的一方，很有可能永远会被大荒除名，后果注定是惨烈无比的。其实我知道，将军本不用参与其中，所以请你答应我，若是我玄牧真的输了，将军就回到你原来的地方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臣早已没有家了。 在臣的心中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便是替王姬誓死守卫玄牧。若是我玄牧赢了呢？难道你永远留在玄牧，做一个将军吗？臣出生在凌云东部的蓬雾山，那里山清水秀，民风淳朴。 如若玄牧胜了，臣希望可以回到那里，与心爱的女人一起归隐山林，每日务农、种花、弹琴、织布，平静地度过余生。听起来好像很美好的样子。 你在等谁呀？再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叔叔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来找我？奴素，你去那边玩一会儿。 你要和叔叔有话要说，去吧。赤云，这次宣阳将会由我领兵出战。什么？怎么会让你领兵？是不是他们逼你这么做的？没有人逼我，是我主动请缨。宣阳的百姓因为战争已经受了太多的苦，我身为宣阳的王姬。 所以我找你来，是希望你能够退兵。退兵？退兵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只要宣阳王能够答应，永远不再进攻玄牧还有洛江，并且为浩许的死谢罪，我就可以让玄牧现在就退兵。浩许根本就不是我父王所杀。阿嬷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是不是你父王所杀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全玄牧的人。 都知道浩许是被你父王所杀。如果想要退兵的话，就必须要消除玄牧的将士对宣阳的仇恨，而这唯一的基础，就是你父王的道歉。这不可能，我父王不会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而道歉。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 看来也只能以战止战了。没想到我们两个也有兵戎相见的一天。阿嬷，对不起。
今天我找你来还有一件事，我想让你再见一次诺苏。再见一次诺苏。诺苏，她是你的女儿。我的女儿？你的意思是诺苏是我跟你的女儿？我送君远至天，天之远。诺苏，来。君赠我长相恋，难相见。叔叔，你看什么呢？我一天需要多年，总是朱颜花。当初我将祝颜花封印在他的额头，一来是想利用祝颜花的灵力保护他，二来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了，希望你看到他额头上的祝颜花能够明白他是你的女儿。因为祝颜花只有感应到血肉骨亲的力量，才能够暂时解开封印浮现出来。生命依然在，离愁别绪化作梦醒来的。她真的是我的女儿。但结心透空，我赤云有女儿啊！太好了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跟你身份太敏感，我只有彻底离开凌云，才能告诉你真相。其实我和盛伦一直只有兄妹之情和利益的交换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过。阿木，是我错怪你了。诺苏，来，诺苏，叫爹爹。叫爹爹。叫我。他是你真的爹爹。爹爹。哎，好，乖女儿。嗯。寥寥数语化作梦醒来的意外，难解心头口。阿木，辛苦你了。赤云，我要走了。这次出征，我不放心把诺苏一个人留在浔阳，所以我就会把她带到玉山去，请玉夫人代为照顾。我们再见之时，就是在战场之上。为了各族的百姓，希望你不要手下留情。云当则归，有德不可敌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前几日在宣阳境内发现韩燕的踪迹，经过严密排查，现已将韩燕及部下全部缉拿，还请陛下定夺。传我的命令，派人手看紧韩燕，既不能让她逃脱，也不要伤害她的性命，我留着她还有用处。是，陛下。
夫人。阿莫见过玉夫人。诺素，快拜见玉夫人。诺素见过玉夫人。我先带小王姬四处逛逛吧。有劳姐姐。来。玉夫人，我这次来玉山，有件事想要求您。什么事？我想把我的女儿诺素托付给您，请您护她周全。她的父亲是凌云族长，母亲是宣阳王姬，谁敢伤害她？她叫诺素，但她并不是凌云的王姬，她是赤云的孩子。当年，我明明知道是赤云闯入我玉山地宫，盗取我盘古宫，却将错就错，把你关在玉山，就是不想看到你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没想到，我从不后悔和赤云在一起。我会照顾好诺素，不过我更希望你和赤云一起来把他接走。阿莫先谢过玉夫人。我还有一个同伴，希望可以留在玉山照顾诺素，不知可否？当然可以。烈阳，给玉夫人行礼。烈阳见过玉夫人。狼鸟化人，也真是难为你了。烈阳，诺素就托付给你了。如果这次我不能回来，就等到天下太平之后，才可以让他离开玉山。不行，战争结束，你必须马上回来接他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也不管他了。我明白你的心意，诺素就托付给你了。你可一定要回来，我和诺素留在这里等你。初见若缱绻，誓言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魂惊喜又何年，心有喜但愿执念，轮回过几年，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。